顺利。再嚟就红桃福星，爱心宝贝入咗大半嘅马啦，好快剩翻四只。黑色衫咧就暴风侠、自有云，剩翻色多福以及系安定繁城啊，交俾集前。咁啊，安定繁城啊，五号红桃福星1.5倍，全部马匹准备待动，二场再试4番1200。1.4倍，好，你一开闸啊，有份出闸啊，红桃福星啊，前面快噶嘛，有太阳战马拍住极爽啊，红桃福星跟住第三啊，外边仲有呢只安定繁盛第四位啦，中档第五仲爱心宝贝，内栏第六蓝衫红帽，仲有自由云啊，再数后边嘅马啦，就勇势啦，尾五位置红衫系君子精神，咁啊内栏尾四咧就医生红星啦，后边三匹马分别有暴风侠，尾二位置电子群星啊，咁啊包咗落尾嘅马色多福喎。跑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就太陽戰馬放啦，極爽咧就冇一條欄喎，跟住第二位有欄嘅馬就內欄位置就係呢只紅桃福星，第四位安定繁城啊，落個零身位第五位嘅馬咧仲愛心寶貝啊，內欄捽緊噶啦，咁啊自有運啊，咁啊藍衫紅帽啊，再後啲嘅馬勇勢錢藍衫紅衫君子精神，尾四暴風俠，尾三醫生紅星啊，尾二就色多福包尾電子群星啊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太陽戰馬佔先啲嘅，咁啊中檔白衫極爽追緊佢噶啦，咁啊再見到中間咧。就係呢只紅桃福星，亦都俾人嘅壓住嚟跑喎。外邊安定繁盛啊，最初衝上嚟仲係呢只君子精神啊。最後100米到啦，極爽透出，外邊君子精神上緊嚟，接近終點，極爽咧都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。君子精神跑第二，紅桃福星咧都應該保到個第三嘅。咁啊，至於個第四名咧，係咪安定繁盛咧？極爽冇一條欄都一樣贏到啦。其實只馬臨場行出嚟好急嘅，君子精神追上嚟，第三名咧。紅桃福星啊都有機會嘅，但係俾人壓住嚟跑嘅一路都第四名藍衫安定繁盛爆極爽啊！楊明倫啦，咁啊勝出今場賽事啊，最後9.4倍跑第二名，11位嘅君子精神啦，咁啊蔡明少第三名，一見到係大熱門嘅5號紅桃福星啊，潘頓第四名，9號安定繁盛，李寶利啊。咁啊，今日配件啊轉咗啲，咁啊保重咯喎喺度啊，極爽。一齐睇埋啲预计派彩啦，派第一名系8号嘅极爽，独赢派94蚊，位置派19蚊；派第二名系11号嘅君子精神，位置派37蚊；派第三名系5号嘅红桃福星，位置派10.1；派第四名系9号嘅安定繁盛，连赢8搭11，派909蚊；三重彩8号、11号、5号顺序派3690蚊，单贴派204蚊。位置 Q 8搭11派157.5，5搭8派24蚊，5搭11派51.5。好啦，咁啊睇翻第三名张相啊，咁啊红桃福星呢只大热门啦，啱啱补咗第三啊，10.01位置啊，好稳啊！杨明伦今季第16场头马啊，咁啊累积就244喎，争六边就250噶咯喎，250就冇榜减噶啦，到时翻嚟影头马上只马都仲系好紧张啊！
只大二本唔知咩事啦，跟得咁靓个位，啊只六骑罗竟然冇。三拣一嘅预计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34.5。好稳啦，个位置都而家10.01啊，都系紧紧嘅啫。看到騎師回來復榜了，任明倫、四連環5號、8號、9號、11號派893元。因為四重彩8號、11號、5號、9號順序派44,284元。好，即刻睇翻個巡邏影片啊！睇翻啲馬嘅走勢，起步比較慢啲，就嗰啲電子群星啦，谷草真係麻麻地喎。唔知希望只馬冇事啦。咁啊，前邊太陽戰馬一如預期真係走嘅，亦都真係頂住嗰只極爽啦。咁但係翻嚟佢都仲灌注得到啊。咁我自己睇錯咗啦。咁啊，後邊紅道福星係跟靚位嘅，出邊嗰只安定繁盛都守好位啦，翻嚟都捱到個第四。咁啊，後邊貼欄就自由運啦，拍住就愛心寶貝，話一早都捽緊喎，即係勇勢唔多嘅。出邊紅衫咧就君子精神啦，咁樣都爭少少。咁啊，後邊位置就見到黑色衫就暴風俠嚟嘅，跟住醫生紅星啦，色多福都追近喎。咁啊，內欄就電子群星。呢場步速都偏快噶，兩樣都比標準快咗啲嘅，加埋都三線領啦。咁啊，馬群都扯得幾散，咁啊兩隻拍住兩隻。咁啊，前面個堆都有啲起度嘅，後邊個堆都有啲追得唔錯，就君子精神。依家都喺尾四五位置噶。咁啊，前邊咁啊頭馬嗰只都算叻咗啦，咁啊冇條欄，咁啊但係佢啊都冇話搶得好多啦嚇。咁啊順著步速走，咁啊翻嚟都有餘勁。大二本跟住黃金包雙位啦，咁但騎落真係唔好追噶，我睇出嚟報告驗到啲咩啦。睇埋第二場賽事都復榜完畢啦，位置 Q 派彩8搭11派157.5，5搭8派24元，5搭11派51.5。三揀一派彩勝出組合係 A 二隔夜半熱門派34.5。四連環派彩5號、8號、9號、11號派893元。睇埋四重彩8號、11號、5號、9號順序派44,284元。孖寶派彩頭關11號、尾關8號派472.5，頭關11號、尾關11號派281.5。睇埋分段時間，頭段23.68秒，第二段22.71秒，末段23.49秒，賽事時間1分09秒88秒。